哎 ，Seven 想揍小迷糊，老四不让揍。啊、哦，老四知道那是他家儿子。Seven 去，三，你揍一顿，看谁不顺眼。揍。三怼完就跑，三怼，哎，三怎么不揍呢？三万揍完就跑，又干仗，三万干仗不对，三万你跟他俩说干仗不对，三万去，三万不敢去，三万揍去去，揍怼屁股，三万怼屁股揍屁股，你晃悠啥呢？在这晃悠啊？你看小迷糊他俩玩的，这爷俩啊。完了，现在老四咬着小迷糊的脸了，往下撕呢，正往下扯呢。小迷糊不敢动的，看着啊，不敢动的啊。小迷糊现在没有优势，看老三要揍谁，看着啊。哎呀，三没去揍，他告诉他爹呢，爸爸，我那啥没了。这老四和小迷糊玩的真开心，老四跟小迷糊玩的真开心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不用劝揍啊，打吧。老四头一次呀，兄弟们愿意跟小迷糊这么玩。哎，你说老四跟小迷糊他俩呀，还有 Seven 呢，真是啊，兄弟们真是一个性格的狗啊。啊，老四也是童心未泯呢。 啊老四啊， Seven 揍他，三揍揍他揍，咬他咬他，看老四看小迷糊帮谁，来看小迷糊帮谁，兄弟们啊。小迷糊去帮忙，去帮忙，小迷糊去帮忙，看帮谁，帮谁，小迷糊看帮谁，去，小迷糊去帮忙去，你看你帮谁，完老四挨揍了，我操，老四敢反，老四敢还嘴，啊，老四敢还嘴，敢还嘴能行吗？小迷糊是，小迷糊是裁判，让小迷糊裁判啊。给小迷糊啊，给小迷糊，兄弟们啊，给小迷糊吓趴下了，哎，看给小迷糊吓的，哎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小迷糊吓完了，给小迷糊吓完了。小迷糊你跪干啥去了？小迷糊你跪干啥去了啊？你都给你吓的，小迷糊啊，给小迷糊吓坏了。